《最强奎伦之路》第七集。啾啾啾啾啾啾！天才代厨，官方 LINE 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代厨，价格公道，被所包赔。或者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哟。如果幸运积分被检举，我就不玩了。我不玩了，真打排位，一堆什么一堆鬼。请选择禁用英雄。我决定了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膨胀了。其实，在这个时代啊，玩隐身英雄的人不多了啦。还以为你要说放弃最强之路，不要玩传说，不可能。我今天开始不膨胀了，我再膨胀，我就是狗。旺旺，来了啊！这把不膨胀啊！最强奎伦之路，换个造型。改运一下，太扯了！现在隐身脚哦，有够难受的。欸，我都隐身，那个飞类还可以一套全部打在我身上欸。一套欸，还有那个甲虫也是把我搞得死死的。明明我看我头上我拉回放都是没有眼睛啥的，真难打。新年快乐也没了，也不给了新年快乐了。现在。今年看起来 Garena 他们是不快乐啊，啾啾，无声瞬杀奎伦，无声瞬杀的造型，最强奎伦之路第七集。对啊，神操作，哦，手杀好强，啾啾。啾啾，这造型必须好看嘛，再怎么样也是盛典造型哦。啾啾啾啾啾啾，敌人消失，啾啾，气球集合，你挺狂啊，过来，改天再过来。等我，好。啾啾！我不想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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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玩了。敌人消失，大招已经准备就绪。大招已准备就绪，有点。我雷了。啾啾。你再继续没关系。还真的给我继续。算你狠。哎呦，还给我冰吃啊！好人一生平安。中路有人。红打野刀，历史发现目标，啾啾，好推，啾啾，漂亮。钢铁武器消失，弩车出席，请求集合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他不敢压身呐，安呐，啾啾。就，哎，这个井可以死哎，他滚过了，欠杀。这个井我刚刚其实前面就觉得他欠杀，那前面敢压这么深，真的是不是一般的欠杀，很欠杀。那打掉了，毫无悬念，没掉我棺材。那个皮皮不想让我换台，啾啾！哒哒哒哒哒，啾啾，啾啾！反正我是不膨胀了啦，我要先努力赚钱啊！这个游戏已经没有膨胀的那种，你懂吧？
反正我是不膨胀了。这龙吧，很欠杀。哎，怎么有人？救救！发现目标，正义魔龙路。救救！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没有伪道兵，小亏。3600的经济，别着急。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莫急莫慌，冯提莫。救救！好推，漂亮！有野怪不？好穷啊，七野哥！你有没有大？开不开大？我等你来。啾啾！哦，哇，好痛，要死了！没中。我们不膨胀，不抬头看聊天室，不做效果。我头发很乱了，今天没洗头啊，晚一点再洗啊。就就用这造型改运一下啊，像那个阿林斯一样。阿林斯，不要听话，把符水喝下去。奇怪，我醒来怎么发现下面痛痛的啊？嘘，安静，我现在要开始帮你改运了。你没有看过那个宣导影片吗？有吧？嗯，好喜欢吃你的冰哦。大招已经准备就绪，400多经济。真发现目标，Double kill， 这个色很水，有料，这拉维尔有料老大。喂，不是哦，这局我就说好我不膨胀了。再强者也比，才丢丢啊！都说不膨胀，那个井有料，可以。救救！哎，有鬼！哎哎哎！野区有敌人入侵，搞什么？跟你讲啊，这个打野跟那个射手双排啊，他就这样放生他们队友啊，你看，然后他们队友就出事了。这里有没有人？没有人。哎呀，挺狂啊！哎，这针对了吧？我想说只有一只奇尔，结果还有一只锦呢，那不就还好我没冲进去。哎呀，不要恋战，请求回阿林斯，不要。发现目标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捡一下啊。是我那个幸运积分真的是很无奈啊！狙狙捡，顺身的哎，这个是吗？这个标题来个什么？奎伦顺啊吗？什么顺无声顺杀？什么下个中二一点的？哎，压低啊！哎呦，谢谢 partner 是不是 partner 4个月会员？不管了，我要捡了啦！哎，幸运积分低于59，那个就不是我的问题没。是那个网路搞我那个什么，对不对？94分，好惨！网路搞啊，什么搞啊，各种搞啊，真的不是我的问题。这个造型真的是救救啊！林多特嘞，注意看这个，看这个男人太狠了，说不膨胀就不膨胀。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了，说不膨胀就不膨胀。感谢这个米兔170台币。谢谢美女，谢谢美女。尽管我这个心率积分94，还是有人抖内，而且又是美女抖内，我充实而欣慰。
祝你明天上班顺顺利利。等一下洗澡有热水，然后睡觉梦到我。大家心里不觉